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东，现在是早上八点。这是我们家重新装修的一个小厨房，用来消燃气的。现在弄得七七八八了，还差一个油烟机。等一下去买油烟机。这个小厨房做了有一段时间了。这是钢筋，铺些钢筋，然后倒些水泥下去做，很坚固了。再贴些砖。买一些橱窗回来装上去，就是一个简单的橱柜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子做橱柜的？自己做简简单单能用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上面有很大的一个空间，用来装那些碗啊，还有杂物都可以放到里面，很大的一个空间。这里是装煤气罐，然后这里装个洗手房，这里再装一个煤气罐，在这边装净水器，那边是卫生间。好了，现在去买一个抽油烟机回来，去镇上面去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。现在出发。我已经能熟悉好多了噃。我冇先做，我慢慢来，慢台嘅地方挨啊。老爸，你倒个车倒那么久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加这个车好暖和。因为边系行得到啫，真有抽油烟机吗？有啊，抽油烟机。我中了是弄不了。我中了这个中。我还有哦，我再玩个这个，再玩个这个，再玩个这个。太阴机，有点粗糙，有点六度关。这个有用吗？两斤工具哦。我想乖吧，嗯。乖。嗰只系有，而家天靓蚊我有天靓蚊我开俾你睇都得咯，仲有。嗯。嗱，诶，嗰个咧，清洗医生嚟帮。去网上上面买一个吧。刚刚从镇上面回到家，肚子饿了，午餐没吃，煮一锅面条。我在网上下单了一款抽油烟机，跟刚刚在镇上面看那一款是同一个牌子，风量一样的。
但是价格优惠很多啊，网上才1499块钱，还送煤气灶。他那里刚刚去看那一款都没有的送，要2000块钱。我妈觉得太贵了，我也觉得太贵了，然后就没有要，网上下单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